你不去了是吗？我看家。那你看家，我们去了啊。老妈说那个木瓜好吃，我们哎呀，你带老妈去采木瓜。你说这玩意儿好吃，你要买就得了。我给我妈买的。你谁？你可拉倒吧！都你给你哥呀买。回来你一口不许吃啊！我那还有一个呢，那一个能够便宜2块钱一斤。谁呀？不是，人他妈还有一个呢，买这也不吃。5块钱一斤，他跟我没关。走了，咱们对面也不远，那也不近，走也挺累的。去对面，咱们买几个那个昨天吃的木瓜，就准备出发到下一站了。娘摘多少啊？看看。摘20斤够不够？多少？20斤，10斤还不够。好，那就摘10斤啊！哎，多好，自动拍杆儿，你看。啊，采摘园，那我停这儿吧。对，停这儿就好了。走了。我也好参观参观他这棚。这个树就是不结果，咱们也不认识。看这个认识了吧，娘？哎，这个，那你说这个是啥？想想是啥玩意儿？是不是结火龙果的？哎，对了，你看那颗就明显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不火龙果，这叫火龙果，这长得跟那个人跟那什么似的啊？这仙人掌似的啊？你看，它长上来就一根上来，看到没？一根上来，然后这里面分叉，这玩意儿要是不接就满地长了，要是不架起来啊？这是啥？啊？是跟它一样的？不是，这个啥呀？疼的吗？这是？这个叫百香果，哎，我们去摘木瓜的那个棚子，往里走。这可不是柿子，这绝对是柿子树。就昨天你吃那个，就这个。哦。嗯，当地的柿子树，哇，那个柿子树结的。真好啊。嗯。啊，那个红的，看到没？啊。哎，看，这些是没红的，那个就是红了的，长得密密麻麻的。就在前面，转个弯就是了，有个小桥。门锁着呢，能开开吗？有人吗？哎，算了，摘完了，没人，咱们自己摘吧。摘完了，拿到里面买单吧。嗯，这个轻车熟路了。看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好。哎，你翻翻个啊，那边也看看，那个大的，对。还行。行啊，行，转一下。哎，对了。大的了，哇，真香！你闻到那味儿了没？我看着一个大的，哇，看那个大不大？呵呵呵呵，小的也要，哎呀，挺好。哎呀，这骗老妈说是2块钱一斤，她要觉得10块钱一斤的，心疼死我。啊，不能告诉她呀。老娘去哪儿了？柴柴被老娘弄丢了。娘啊，跑哪去了？这是？哎呦我去！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哎，那挺好吗？那个？好，不大。黄就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丰收了。行了。我们采完了，门给它关上了，全程一个人没碰到。然后我们现在得去找老板，他那个厂子里没人，我们得找他给他结账呀。两兜子，几个？你那里几个？4个。我这里3个，7个，我们采了7个。7个也没多少啊。7倍了。嗯？差不多。有10斤吗？差不多。那你这老娘厉害呀，说10斤就10斤哈。我去称一下啊。7个。哎。多少钱？9斤。好嘞，来看一下富哥了。好，行。哎，不到10斤哈，9斤6.26。你厉害呀，老娘。啊。9斤6.26。是不是？我说不到10斤。不到。这个你买点回去吃是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嗯。不比昨天买的橘子强了，价格又差不多，对不对？2块钱一斤，你吃啥呀？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也买不了上当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去去拖着车，我准备去下一个地方了。